增之物，形体无。第一组动作，第一个八拍，右手翻腕，同时右脚踢起，一、二，按下，左手肘抬起，三次的时候膝、左腿旁膝，双手撩起，同时手脚打开，七、八、二的时候膝、右脚，双手前后打开，再撩起收脚，双手向下交叉，同时踢起左脚控住，七八的时候双手由脑后拨下，转身提压腕，换一个方向的提压腕，双手打平，转圈，七八，四到三次的时候双手有惯性抬起，三四五六七八，我们连起来做一遍，一二三四五六打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打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。背面也是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打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打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第二组动作，第一个八拍，一的时候向右45度提腕，二的时候向左45度压腕，记住手要有弧度，这里不能有棱角。我们再来一遍，一、二、三的时候向左五跨出去，双手托于胸前，四转身，记住这个时候的右脚是绷直的，五的时候我们的右手向上打出，同时右脚要立起，左脚踢起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双手拉开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双放手，踢左脚，控住，放下，右手打转，七、八。撩右手，转身，四、二、三，立起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我们完整的做一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。
今天做动作，预备，一小众握手，落下，低头含胸，慢慢向上推开。第二个八拍，我们反方向做，三。七八，大家呼吸的时候，双手掏掌向前，同时左脚向后伸出，注意力线条，身体要拉长了。三二，收住，三四，右手五六七八，再来一次，四二三四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背面也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